fu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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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un.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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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反正都是雪蟹，但是它是粉色的，漂亮吧？跟浴花粉一样，粉色雪蟹。我们这一边的话是帝王蟹，环帝蟹，水蟹，你看一下，够漂亮吧？没有撤退可言。跑到陆地上来了啊，大螃蟹，我来救你了，快回到海底去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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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沐浴乳和香香皂，今天用哪个好？毛巾羽毛小鸭鸭，水温刚刚好。泼泼水来搓泡泡，今天真是美妙。大声唱歌扭扭腰，我爱洗洗澡。擦擦脸抹肚皮，屁屁也要清洁到。可吃我耳朵还有两只大螃蟹，等一下啊，我把它的眼睛和它大钳子给它安上。看着啊，哎呦，这个是蓝色的，先把眼睛给它安上，嘿，然后是它的大钳子，哎，是这样安的，哎，安上了。还有这面，哎，大螃蟹安好喽。这只黄色的也给它安上，眼睛，哎，大钳子，嘿，哇，两只大螃蟹，来吧，展示我们这个大螃蟹啊，是可以自己走动的。哎，哎，呜呼 ，check， 哎，哎 ，let's go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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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嘴，咕咕眨眨眼睛，眨眨沙啦啦啦，噜啦漂亮红扑扑，伸出手。切切切，先切一只大螃蟹。把它切开，再来一个龙虾。哎呦，这个可切不开，它是需要扒皮吃的。切一个葡萄，切个大苹果，切个大青椒，再切一个红辣椒。哼，哈密瓜有没有喜欢吃的？再来一根香蕉吧。蔬菜水果切起来。我要先切一个蘑菇，放到菜板上，准备开始。哦，切开了。哇，这只大螃蟹看起来不错，我们就来切它吧。哦，切开了。哎呦，螃蟹都切飞了。再来切一个老玉米。哦，玉米好好切呀。最后再切一个胡萝卜。当当当，今天教大家吃螃蟹的正确方式。首先先把螃蟹的八只脚包括两只大钳一一剪开，放凉后其中的肉会自动与蟹壳分开，很容易被捅出甚至是被吸出。你看这个蟹肉晶莹剔透啊。接下来把蟹后面的一小块盖用力顺势揭开，哇哦，好多蟹黄啊，好新鲜好新鲜啊。注意不要吃那个成三角锥形的蟹胃，把它扔掉，然后把蟹肺也扔掉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随便吃了。哈哈哈哈。我按下一，宝宝的识字启蒙神机来了，聪明的认知蟹有三个阶段模式，让宝宝边玩边学，既可以训练手眼协调能力，还可以边摔球边认识数字，又能和宝宝互动问答，十以内的技术轻松学，让宝宝成为玩出来的小天才。鱼鳞呀，来再换个大剪刀试试。哎呀，还是刮不掉鱼鳞啊。这剪刀，哎呀天哪，把我手上了，扔了。然后用了刀，这个刀应该可以啊，刀也不行。哎呦天哪，这哇，星星，嗯，你这个大闸蟹好漂亮啊。这是汉堡蟹，好吧？汉堡蟹，嗯，诶，那这个半熟的这个大闸蟹多少钱？59。诶，这是秀儿呢？这是秀才先生，398。398，三九行不行？39。嗯，龙给你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是专门做好事的小螃蟹，我是喜欢做坏事的小螃蟹。小朋友们最喜欢做坏事了，所以大家都喜欢我。你骗人！小朋友们都是喜欢做好事的，他们都喜欢我。我不想和你吵了，我们让小朋友们投票做决定吧。喜欢我的给我送个小黑心，喜欢做好事的我给我送个小红心。我最喜欢做坏事了，我要给你送个小黑心。我也喜欢做坏事，我要给你送个小黑心。看，大家都支持我的吧？怎么一个都没有支持你呀？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手机前的小朋友还没开始投票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是喜欢做好事还是喜欢做坏事呢？要你，我是一件雨，水里的空气，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想离开谁的雨快要火。Yeah!
距离只差0.86秒。现在中国全程有多好，这是中国一位军人水中的旗舰加开乘坡了，高速前行，这个好状态，好样的！现在宁泽涛慢慢的超过。